使用雷射切割机前必知的三项安全准备。使用雷射切割机的安全措施，您知道吗？一生重视操作机台的安全，带您来认识三项一定要知道的安全准备。一、使用时需穿戴防护用具。使用雷射切割机时，人员需完善佩戴防护用具，以确保自身安全，也要避免长时间用肉眼直视雷射光，且需将会反光的物品移开，以避免损害视网膜。二、周遭环境务必保持干燥。机台运作时请务必保持环境的干燥，因为潮湿可能会导致机台进水。雷射切割机的原理是透过高温来切割，切记附近不要放置任何易燃物质，温度控管需格外小心，安全起见也请备妥灭火器，若意外发生可立即应变。三、确认是否有接地处理。使用机台前一定要确认机台外壳是否有无接地处理。机台运作时会有高电压介入，接地线的放置能避免高压放电造成的危害。透过以上三个安全准备，能确保您安全使用雷射切割机。若您不确认雷射切割机的操作，也欢迎让易生来为您服务哦。易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易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